2023年1月，新番动画《扫雷：枪神史丹比特》，藤太红原作漫画再度改编。1998年曾经被改编成26集的动画，当年满足中二少年对太空西部世界观的一切幻想，人设拉风，剧情紧凑。直到2010年推出剧场版，也是评价甚好。这次再度动画化，自然是引起一众老粉丝的期待。动画制作是 Orange。主要制作 CT 动画，首次独立制作就是宝石之国、 Beasters 等，都有着良好的口碑。这次枪神有别于漫画和旧作人设，少了点搞笑风格，而多了一份游刃有余的感觉。全程是 3D 渲染 2D， 动作流畅，橘子社的动作有点迪士尼的影子，观感还行。剧情方面大幅修改，毕竟预定12集，也就是个纪念作品。第一部系列构成是黑田洋介，动画制作 Madhouse。 第二部系列构成有道本达郎、冈心、上田吉久，目前看起来观感很不错，可以追看下去。2023年1月，新番动画扫雷枪神史丹比特 Trigun Stampede。 扫雷评分4:5。扫雷评价：剧情目前一般，动作场面好看就行。